地下实验室还行还行，不算太鸟，也不算太好，因为我们有可能要玩到风本的话，鸟就鸟在那个，哎，给我先，鸟就鸟在就是牙齿有点太明显，嗯，看好明显，不过还好啦，我们高配，高配都好说啊，好说话，好说话。高配的话，摆在一些必经路线好了，例如这种。哦哟，我想说他会潜进去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想多了想多了。反正都高配了嘛，高配就摆在一些必经路线，封死那些道路就好。哎、欸，确 定要这样对我？哦，有人点夹哦，可以。好好，有点顺利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不知道这是受伤甲吗？他还点。挂着挂着。夹子放完叮叮叮，太惨了吧！但我知道夹子真的有可能机会这样了，可是也太惨了吧。好，那就继续放吧。我放一个，哪里是必经路线啊？有这里。这里不，这里太大了。这里好了。这也够阴险的吧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有些地方不给放啊，阴险阴险。那 我们把这个夹子捡起来啊、哦，这个夹子太边的啦，这个一定要捡一下的。好，哎、欸，其实也才六个夹子哎、欸，哦，这有一个，那我们放一个在这。OK，而且它很明显就是开。撞脸，右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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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他不右转啊，抬价抬价，我看到有人了，所以我先砍他。诶、欸，这边防止人家玩这个点，先夹一个，对，还敢玩这个点啊？哦，还有平稳是不是？哦，撞脸啦、啊！我觉得撞脸了，真好笑。好，那我就追他了，我就追他。OK。然后后面那台进度很多，看一下。怎么判断是受伤夹？你在点的过程中，它会缓速，而且很缓，然后它右下角会告诉你哦，这个是受伤夹，所以其实可以判断的。然后怎么判断它是自动开夹，它会在旁边卡开，就是自动开夹，所以这两个其实都可以判断的。好，我们真是希望一层哦，再加上这个应该是两层。这个夹子到底有没有用啊？其实我不太知道哎、欸，好像在补血，这个爆点应该在补血，所以我们上去看看。这里有，啊，居然没有，他应该是上楼啦。我以为他还在跑去修诶、欸，判断失误了，可惜了。哦，点夹了，帅哥，海夹了，赶快过去，赶快过去。复原个，再砍他，虽然可以斩了啦，我们再一挂，我们再一挂。这个点感觉很棒哎，我想要多点夹走，他怎么修那么快？他怎么修那么快？又受伤了，又点夹。怎么这么爱点夹？我看这个明明怎么跑哦，如果他太接近，好吧，他太接近了，那我们要撤。啊，怎么剩一台？好了，三层了，三层了，三层了。他、啊、肯定没想到我三层了。另外一个明明呢？哇，怎么一直点一直爽？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
真的不是玩家资料啊！来了，我来了，哇，这个也是受伤的啊，砍人啊！如果不砍，就没机会啦。在干嘛？哦，原来是有对号，原来是有对号，我想说他怎么坐在那边不动。好好好。 OK， 没有 BBQ 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去找啊。哇，他们在修那台老地方，对，老地方。那我赶快过去好了，我赶快过去好了。预测的预测什么意思？你在修啦？ 别修啦！掉下来啦，我来啦！大家都满血啦！一刀啦！欸，那我们是 P1 可以斩的吗？我知道 P3 可以斩啦，我记得很清楚 P3 是二挂，这只也二挂，好好好。 在修啦！<笑>在倒退。楼上有一台，听一下声音。有在修，你们听到咔咔咔咔的声音吗？就是消防按键的声音，代表这边有在修。来了，我来了。啊，怎么是你？有一个人往下掉了。 这里有一个，哎，我觉得不是哎，应该是同一个人，他往回拉了，应该是同一个人。啊，因为我看血迹判断的啦，不一定准。好好好，挂一下，挂一下，这样应该一二三都可以斩了吧？对，一二三都可以斩了，那我们去斩他们，还是要看串烧。好犹豫哦，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开门哎。 你们觉得要等到直接斩，还是我们玩串烧？你们讲一下，讲一下你们的论点。哦，你被你发现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他跳到那个点了，被他发现了，被他发现了。你们觉得要斩还是要串烧？观众给个意见吧，告诉我一下。要stay好吗？ 两个都要也太难了吧！等一下，两个都要是怎样？斩啊斩啊，斩斩斩！好，那我斩好了，我先斩一个，我先斩一个。嘿嘿，开斩！我在斩哪里？等一下，<笑>好，你快呢？我在斩哪里？这有一个，这个也可以斩了。但就可能我们不知道串烧嘞。好啦，我们再斩一个，再斩一个。 啊，这个总该正常了吧？啊，都会吧，都会吧。啊，真香真香，明明看起来就是香，这样就对了，这样就对了。<笑>不是啊，刚刚那个斩到底是怎样？好，那没有人点夹，所以应该在这一区吧。我觉得在柜子里啊，你们看，哦，掉在这。啊，他怎么知道的？ 没有声音，啊，好啊，有点没有方向了，怎么办？<笑>好啊，寻机寻机，哎，村士不见了啊，没差啦，没差，这有两个人。
这有两个，楼上在修，这边有一个 ，OK， 还在修？你确定你不走？你确定你还在那边打打的马蹄？吼吼吼吼吼！他跳下来了，你没有看到吗？他跳下来了。 来了来了来了，展示哥展示哥，奇怪，那我带一刀锋门干嘛？<笑>对啊，那我带一刀锋门干嘛？哎，斩！错位啦，加兹哥你在干嘛？错位啦，加兹哥在雷呀、啊！啊，好，那我们再斩一个。 对对对对，哎，他不能斩哎，哇，我居然没挂到他哦，我有挂到他哎，好吧，<笑>好吧，不好意思了，竟然没办法斩他哎，居然，对吧？刚好我的特殊希望也不见了，所以也没得那个，啊，那我们踩个地道。 耶、欸！居然我都没遇到他，代表他躲着场，我都没遇到他。暴力杀手，哇，没发分，哇，都只断了，<笑>啊，一个针哎，啊针怎么没看到？感觉，哎、欸，<笑>好吧，这里应该总有两个人吧？然后你看。 这是火图腾，远看超像白图腾的啦，这是 bug 吧？<笑>当图腾在搞，<笑>远看超像白图腾，近看才知道是火图腾，这是新的隐藏图腾的玩法吗？哇，那我们再看一下，看，远看。远看白图腾，近看火图腾的概念，太会了吧！